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啊，今天有空，我们来写一些春联，到时候呢，年底的时候可以拿来卖啊。谢谢啊。Thank you.
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因为呢，我们马上就要去北京参加升级大会了，到时候呢，我们会在现场呢赠送一些春联啊，或者是一些我写的那个不成文的作品啊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就来写一些，到时候呢带到北京那边去，然后现场来到这边的朋友，我们就赠送一些。虽然呢写的不是很好，但是也是小六的一份心意啊。现在咱们开始吧。